哎呀，最不想拍的地方了啊！大家看一看吧，家人们，生命是有多么的重要。看看现在的这种什么情况，没有停尸房啊！看看，真的不愿意拍这个，太吓人了。珍惜身体吧，没有停尸间，看看全在外面停的。据说里边就吃饭那个，现在也都是。一手抓半导体设备、材料和元器件、封装测试等硬件建设，一手抓软件。哎，我能，你看看呢，你看看呢，七点钟。你看看能多年，我靠！科技、融汇锂业、新美镍、雄风科技等为重点的新能源材料，和以中国东北爱朗风电等为重点的新能源装备产业，要全力推动现代家纺产业加快转型升级，为加快打造世界家纺之都、全球时尚中心、国际商贸新城厚植基础，要引导建筑企业向轨道交通。